姓陈，陈凤林。刚才183俱乐部念出我名字的时候，谢谢，心跳突然加速，真的很刺激。我手上这个讲座对我来说就像一贴兴奋剂，它给我冲劲，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示，就是说我面前还有一段非常漫长艰辛的路等着我去征服。对我来说，这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个新的起点。我想衷心感谢的人有很多很多，我要感谢我妈，谢谢你对我的爱还有宽容 Mr. Chang, Mr. Chin, 我的经理人，还有我一群非常支持我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，我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在台上向你们一鞠躬，真的。我想借这个机会再次向所有曾经帮助我的人说声谢谢，万千个感谢，我会努力的 ，Thank you。